大家好，我是大涛。昨天晚上溜街的时候，小明看到那个脆皮烤肉啊，非要吃，非让我给他买。大晚上的怎么可以吃烤肉呢？哎，我硬是把他给拽回来了。不过今天一大早我就去菜市场买了这个上门五花肉回来，咱今天中午自己给他做着吃，这样吃才健康，最主要的是还省钱。这个肉呢，我已经把它给腌好了，放进冰箱里面冷藏，估计到中午就可以烤了。这个西红柿是1块钱一斤买的，2块钱买了6块，我感觉我碰见便宜的东西完全走不动路。正好呢有那么多饭券，一会儿呢再做个小朋友最喜欢吃的西红柿打卤面。葱花，加入鸡蛋，一勺食盐，一粉，一点老抽，最后加少许清水，多一点汤。自从换了这个大锅之后啊，面条一次煮3斤都没问题，真爽。爸，你给我们做的好吃啊！你昨天没吃过的那种鱼，爸今天给你做的。哎呀！烤肉，闻一个香，别香啊，香灵吗？多少？多少？好吃。不要哭。好了。不吃了、你不吃了？姐不吃了？瘦点。